我给客厅布置了一个圣诞角落。姐妹们好啊，今天搬了一堆凶板叶回家。作为全能博主，圣诞树当然自己做啦，只要一张圣诞网加工一下，圣诞树的底座粉墨登场。敲重点，一定要戴手套才能把它们固定得十分牢靠，也不能偷懒，一定要每一面都照顾到，这样才能把圣诞树做得枝繁叶茂。好了，加上顶部绑好的枝条，稍微修饰一下，再挂上各种不灵不灵的挂饰和金球。一个低成本的歪脖圣诞树就旧的窗帘可不行，换成有氛围感的焦糖色。继续，这种柜子再来一个，嘿嘿，现在来晒一晒去年买的皮带，看看他都给别人装了什么礼物。